是军服，共哈打嘴鼓，大家强下来，按赞分享，好幸福。其实今天我们要比的是小鸭划水。的台北端午龙舟锦标赛不只是一项比赛，更是同舟共济对抗病毒的祈福活动。今年不开放民众现场观赛，欢迎大家在线上为选手们加油。2020仲夏台北，为彼此而战。六月25、26号，二浪二浪台北五月节龙舟赛，欢迎大家用电脑、电视、手机停下来看比赛。五月节龙船赛加油！你说。